我们已经小晃神了，噔噔，这是第本期先我是喝那个芹菜汁，我看到我喝什么我喝芹菜汁坏掉了坏掉了坏掉了跟你讲哦，千万不要连续吃二十三家哦，会像这样坏掉哦。那你是喜欢什么？我喜欢你，我喜欢你。等一下呢，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大来宾，之后能跟大家先拜个早年好了。好，那我们今天的大来宾就是我们的露露。大家好，我是露露。好，还有我们出口两公里的新伙伴，我们的蔡佩佩。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个新的计划，就是我们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在台南吃24家店，而且这24家都是我们台南在地的巷口美食。这一次呢，我们的游戏规则呢，就是今天我们有安排24家店，但是如果没开，好像这家一样，直接第一家，第一家直接给我没开。好，圆环的肉燥饭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后甲圆环肉燥饭，但是呢，他今天休息，没关系，那我们就直接找地府，就是附近有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啊，如果空的没有其他店，那我们就吃 Seven。你是不是有一点讨厌全家，喜欢 Seven 啊？就是便利商店。好，OK，好，那我们就看看两位大胃王美女跟我阿波今天二十四小时到底可以吃多少吧。Let's go， 耶、yeah!！第一家呢，我们就跑到裕农路上面呢，直接买这间哈达克东山鸭头哦，这个也是宵夜很好很好的一家店。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第二间哦，我们现在在新开的，它叫红牛温体牛肉汤，好不好？好，红牛温体牛肉汤，这里已经先来了，但是我们先把第一家先吃完，我们赶一下进度啦，好不好？好吧。吃第一家，我们才经历多久？30秒吧，应该不到。对对对，那我们第二家呢，我们就直接来牛肉炒饭、滑蛋牛肉、炒牛肉，还有他们的牛肉汤。对，然后这个是200块的，这个是300块的。那阿波说他最喜欢是200块，他觉得经济实惠。对，而且他的肉多，而且又嫩。我问你一件事哦，是你觉得好吃的东西，它再贵都没关系吗？这句话你认同？如果以我来讲，我认同。很多人就说，这个东西那么贵，到底卖谁？卖 YouTuber 啊？是吗？卖谁？对不对？没错吧？我要拍片啊。那第二家就是红柳，那我们就赶快把它吃完之后，到第三家。为什么你现在在喝这个？我们现在不是挑战24小时吗？没有，不知道为什么总吃完一些东西，好像就想喝可乐，可乐快乐神仙水。接下来到第三家，我们第三家叫做一点挂包，我们等了超级超级久，这生意真的超多人，生意真的太好了，而且警察会来这里巡，没错，就是你们这些人在这里没退休，乱停车是不是？对，千万不要乱停车，好不好？好，这间一定要吃的就是这个挂包，来，先直接尝试看看，挂包内容是什么？挂包的内容，它猪肉吗？它就是控肉，然后榨菜、花生粉，还有小黄瓜。如果它的肉块在炸，其实整体下来是还蛮好吃的。因为它的花生粉啊，它那个酸菜什么的放在一起，我觉得那调味是很不错的。对啊，很好的。这个你可以给高分。为什么？哎呦，这烧肉啊。是不是？这个是感觉问题。所以我们跟大家讲，挂包什么肉最重要，真的其他的就还好。那我们等一下把它吃一吃，我们接下去第四站啊。好。重点是他的其他伙伴呢都先回去睡，对他们太累了 ，sorry。他现在就是出点声，对，我现在是摄影师的角色。我们现在来的这一间呢就是胜利早点 ，OK。
哈佛推荐的葱饼是一定要吃吧，看起来就很厉害啊。好，还有萝卜糕，还有沙拉蛋饼，还有你的豆浆，还有这个猪排，对，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这不是很破啊。好了，直接来开始了。豆浆我喜欢，因为通常我都是喝无糖豆浆，但是它这个它是有糖的，但是它的没有糖，不会太甜，而且呢，这一碗喝了之后感觉。所以用三支吸管喝，那面应该变更大。再喝这碗不太大。好，那我们让女生聊那个变大的话题。好，那我们就等四点，我要变出来喽。来这里呢，月经前粥来这里，其实它是喝酒人的天堂。喝完酒来这边刚好可以喝个热汤。哦，我最喜欢鱼皮了。你上次不是有拍过？对啊。对啊。好吃啊。感觉你对它的评价还蛮高的。哎、欸，为什么？对啊，台南叫肉臊还是叫卤肉饭？台南是肉臊饭。台北是卤肉，对吧？对。因为我以为肉臊饭是那种瘦肉集结成一块一块在上面。我没有，没有。我们的纯瘦肉的，通常不会存在在台南的桌子上。我们没有在吃瘦肉，我们基本上都是肥肉的。它这个肥肉还蛮 Q 的，而且重点是它是那种卤的那种比较勾扎鼻的那一种。就是它，而且它是会粘嘴的，所以它的肉燥饭还蛮香的。来这里来个肉燥饭，来个鱼皮汤，很舒服，对不对？真的超赞的。好，那这就是我们四点的月经前粥，对，我们让露露好好享受一下。是不是？哎、欸，它的好糯、哦，它肉很香，它肉非常好吃。一下试一下菜粽，菜粽的部分。菜粽它就只有撒那个花生粉，可是呢，南部粽它就刚刚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水煮的米嘛，所以它就比较湿，比较没什么味道。可是加了这个之后，哎、欸，那味道跑出来嘞。没错。好，那我们就把这里吃完，等待我们六点的下一餐呢、啊。行。接下来呢，我们早上六点来到的是这个松香饼铺，其实这家蛮特别的，它就是什么都有，包含生日寿桃之类的。对，没错。那我现在买这两个包，那听说是有25跟30的，都是肉包。对，然后30，谢谢。我超喜欢，姐姐就喜欢吃贵的，没错。哦，就是这种，可以进来一下。它这个啊是肉，它这个有肉汁有没有？肉，然后里面包含了好像咸蛋黄。我打一下，有了，这样可以 ，OK， 你们两个人自己有了，我躲起来了。好，这个甜可以，这个甜反而可以，而且它是那个，它是肉质的鲜甜，它不是那种台南好像加了一丝那种甜酱那种、红糖白糖那种感觉，而且它是本身有点是那种属于古早的那种肉那个面皮，就比较蓬的那种，很蓬，还有香菇，当然快有香菇。你会觉得肉很甜吗？我觉得这样已经算含含不甜的肉包了。真的还好哎。那你喜欢25的咸蛋黄还是30的香菇？那我会选香菇。哦，那跟我选择一样。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把它吃完之后，我们还有下一个在鸭母寮的美食要带你去吃。7点见。7点钟一样哦，我们在鸭母寮里面，好，然后我们叫做炭火面，他们过去是真的是烧炭火，然后去煮这些面这些料。这是 Google Map 找得到的吗？这是 Google Map 找得到，但是你走进来会迷路的。其实这一碗呢，我觉得它是2到3人吃是就差不多，而且以早餐来说，你要吃到这么多吗？它里面很厉害的是，我第一次看到它那个很像卤肉直接铺在上面，然后还有这种馄饨贡丸，还有小贡丸，这是什么？夸张。对。哦，我想它叫卤肉，是不是很香？变好吃哦。你知道，如果吃到越后面，我还可以表现出好吃，那代表那家是真的好吃，真的强。已经吃到腻了，然后还在后面还可以吃到。马上可以回来。开始是第一口，加上炖汤。我是给他满分，真假的？汤对汤面这么高分。好，那我们第八间吃完，等下第九间待会见。八
八点我们来到的是普及面包。先说你手上这一颗，这颗是他们家的招牌，但是现在应该是买不到吧？对，现在买不到。哎、欸，那个是我昨天下午2点来抢的哦，哎、来抢哦，要抢哦。这个我真的吃过，我真的超爱，爱死了！你看一下，吃了第一口，表情特写一下。其实如果要更好吃的话，它可以再烤一下，外皮会更酥。好，那我们等一下就车上啊，就边配水边吃，好不好？好，走，够，加一个点。好了，接下来这一间我已经其实搞不清楚到底吃到哪几间了。我来看一下，9点的西螺店牛肉汤，这是台南人的早餐。我们先来吃一下牛肉跟牛肝，这个是他们很推荐，叫做麻油牛肝。它牛肝好好吃的，这个是刚才老板特别一直跟我讲说你一定要点，一定要点。我原来就是牛肝哦。牛肝吃不出来对不对？加麻油特别。这你有喜欢吗？好不错哎。早餐如果寒冷的天吃个这个当早餐，是不是很爽？很棒，对不对？可是我们吃到第十家吃到这个，你还觉得很棒吗？很棒啊，还是很棒。很棒，我觉得很棒啊。也是觉得很棒，你们太厉害了吧？这家好不错。他们家肉燥饭是我在台南吃肉燥饭可以排上前3名的。好，那我们就吃一吃，接下来迎接我们的下一家。好，接下来我们11点来到开元土托鱼羹，不对，这是10点，然后我们等一下有11点，11点你 gap 表，对，因为已经吃到帮了，对，哎、欸，你真的很厉害，你都没有食困啊，或是那种思绪不清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夜猫族，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们点了一个是这个是大的土托鱼羹，然后米粉面，然后这个是它的干的炸鱼块，这个100块，那个90块。我告诉你，我吃完有心得了，就是你要把炸物放在汤里面的，你一定要是单点一份，然后再额外自己泡到汤里面。没错，有一些人会讨厌到它烂掉那种，当然如果你喜欢吃烂，你才可以这样点。而且它这个甜我很喜欢哎。没错。你不要一直没错，你给我怎么办？不是这样剪，你是比较好剪啊。他要剪哪一段嘛？没有，没错，对对对，剪辑师一定傻眼，然后就想没错，没错，没错，没有。是麻烦这一段就直接搂着，不要剪，观众看看他到底有多蠢。但我终于喝了当地的台南羹，我终于了解我们台北那些甜都是狗屁，绝对没有台南甜。台南是偏甜，真的，跟台北的羹道歉，你们不甜，好不好？它如果单吃那个鱼肉会有点让你觉得干一点，对对，它真的是要沾到酱。好，接下来我们吃完马上往隔壁走，我要去吃11点的，好不好？从后面走过来，11点，我们现在吃的这件是开元无名虱目鱼， yeah. 一拿起来你就知道它不一样，因为一看旁边这个鱼肉，它居然有点像鱼浆似的，真的是鱼浆哎，好 Q， 那是 Olay 吗？它就是鱼浆，然后会有鱼皮的鲜味这样的啦。不知道是因为喝的时机不对，我真的很怀念月经前喝的虱目鱼汤，但因为它真的姜很多，所以现在呢天气很冷。很适合，对啊，蛮棒，舒服。让大家看一下露露没有吃饱的样子，屁嘞，他还在喝香蕉牛奶，有点小浮肿，你知道吗？啊，真的吗？因为露露太会吃了，他的速度实在太快，所以我们进度有点超前。奖赏他们一下，可以洗头放松一下，好不好 ？OK 的，对，佩佩也是，谢谢你 ，OK 的，我都要睡一下了，好，交给你们睡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到12点的这一家横角色五圣店，它是皮薄，然后内馅多，对，所以一颗6.5块，我个人是给过了。而且其实它的那个猪脚肉并不是那种很咸的，它是属于有点清甜高丽菜的甜味的那种，对对对对，哎、欸，真的是吃的多又懂吃，怎么那么厉害？烫到，会喷，烫死我了，烫死了。这间其实我们这样来，其实很多人在外带，对不对？
其实生意也是算蛮好的，在台南算蛮知名的饺子店。水饺反倒是它内馅是让我觉得，哎、欸，跟我往常吃的比较不一样。有惊艳到，而且它6.5块。可给这个，因为我之前在台北有吃过一大堆水饺。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一个的水饺其实还蛮厉害的。可以，所以如果来台南的话，想吃水饺，可以来尝试看看。好，我们继续把它吃完，接下来下一家。好的，我拿到阿瑶师的哦，这个我们特别还去先跟他预定，因为他现在人满为患啊。是的，是的。对，他最著名就是这两个，一个是奶油，一个是红豆。其实原味也蛮好吃的。嗯。有没有？他会这样挤出来，有没有？因为我们的那种比较不一样，就是里面会爆浆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它没有很甜。它的很绵密。对。跟大家看看一下啊，我真的觉得它红豆馅是蛮绵密，然后粒粒分明这样。蛮好吃的，好红豆，很红豆。嗯，我们的一点钟第14家，好，接下来我们要去我们的2点钟，下午2点的第15家啦。好的，这是第几家？我们已经小黄神了。噠噠，这是第。这一家呢是皇家虾卷，我说真的，在台南它算是数一数二的虾卷，因为它的外皮真的是嘎嘣脆。您觉得呢？我再吃一下，等我。好，好，好，你再吃一下。太烫，对。它烫到了，它烫到我那个姿势很帅，它烫到是。心目中第一名，我说真的，价格合乎常理，然后也非常的实惠。但你说有到让我很惊艳吗？我觉得就还行，就是好吃的虾卷，但是没有让你觉得哇，对，就是、我下次一定要再来。东西非常主观，所以我们就是让大家来自己尝试一下。东西这样，其实观众你看了，你觉得哎、欸，这个东西画面上跟我们吃的口感，你觉得 OK， 你觉得适合，那你就来试试看，好吃继续吃，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就下一间。这里是成功路的乌名水煎包，大排长龙，看一下，超多。你知道，其实连在台北也是，只要是乌名系列，几乎也都很猛的那一种。嗯，直接看一下到底多猛。它一颗多少？好夸张，一颗15，这么便宜？15啊，吓到了吧？我知道为什么这家那么火了，主要是大家要想它15块。对。然后这一颗呢？它重点是它的每一层都有一种焦香味，而且它的饼皮我在闻的时候，你不会有一种厚厚的面粉感。嗯，然后一咬下去之后，它的外皮它不是那种就是一层薄薄的皮而已哦，它还有一种带一点 Q 弹的面筋的感觉那种。嗯，就像刚刚佩佩讲的，它有一种很像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但我吃起来有点像微腊肉的味道。嗯，就有点咸咸的，然后对腌料味，然后我就觉得很香。所以这个有超越15的人的价值吗？我觉得有哎、欸，菜很多哎、欸，很满，它很值得来排。然后味道是真的丰富好吃，对不对？嗯，值得排队啊。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剩8家，哦、嘿，8家就要回家了。OK， 那等一下我们就下一家见。好，下一家。Go。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点，这是我们的第17家的元仔会，终于来到甜点了，直接开吃。噔噔，阿波刚刚推荐他们的芋头吗？芋头超级强，而且它是感觉是那种有点像蜜芋头。对，这一家很多这种 QQ 的东西，但最特别是他们居然没有芋圆跟地瓜圆。嗯，第17家推荐的还不错吧？元仔会，元仔会，喜欢喜欢，记起来了，在这里了。OK 的，喜欢。好。龙肉粽来了！刚刚我们路过的时候呢，就是那个阿波说这一家的肉羹，居然是点名他们的肉羹地喝。他的那个肉啊，是比较是就是那种。里脊肉，对，里脊肉有嚼劲，因为像有一些是咬了会有点 QQ 的那种，那种是里脊肉型，但是它的汤头还蛮好喝的，是不是？可是我其实会更喜欢它，就是把肉块做大一点，
因为咬下去会有那种感觉，你就算不用给我很多，就是、更丰满的感觉。对，你会觉得，不然就会觉得有点小空虚的感觉。可是它的层次感蛮多的，所以大家知道来海龙吃什么？肉羹，这是的。物理老师呢，他可以用一点什么物理来判断？用物理的方式去夹娃娃，80抽，好不好？我们的80就可以保夹了。那这个它的是保夹放价格是160。Oh my god！ 哇！来来！哇！我真的是傻眼！我们剩五家，这家是什么？这家是什么？这家叫蔡三毛猪血汤。我们来试试看。对，这家最厉害的呢，除了猪血汤之外，就是这个。我现在就算再怎么饱，我真的还可以再爬它个半碗。就是最后交给我来 carry 你们，好不好？还是因为它切很大块，所以你一咬下去就可以完全吃到这个猪血脆度。对，这个真的还不错。我们等一下要不要偷偷点一下旁边的？反正你还吃得下嘛，我当做这一餐我们分享一下。嗯哼 ，OK OK。隔壁的虾仁霸王来了，直接吃。真的阿波推啦，之前他拍片，跟他拍片的时候他讲过啦，台南人哦，吃霸王还要分上午跟下午，没错。然后蒸的跟炸的，没错。里面内馅都会有点像水晶饺的那种绞肉，你懂吗？然后再带虾仁，碎肉燥。对对对，我刚就觉得这很似曾相识，但又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你自己觉得呢？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因为它的香菜加很多，我超爱吃香菜。我放错重点，不会不会。嗯，所以我觉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所以看是真的辣文，看你可以接受的。嗯，确实。20家了，对，我们剩下4家就快要完成了。我要在这里恳求观众让我提早完成，我要熬到11点，我觉得我要中风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到这家是阿青杏仁茶花生。我自己本身很爱喝杏仁，所以我觉得你选这家，我觉得还蛮开心的。但是我觉得这家很特别，是它是我以往没有看过，它居然给我加了土鸡蛋，冲进去的。它就是属于你一喝下去，你想说哈，我的土鸡蛋味道嘞，结果你慢慢土鸡蛋的味道会从你的喉咙那里慢来了开来，所以你觉得有加分吗？我自己是觉得我喜欢那种生鸡蛋的味道，丝绸的感觉，然后到后面那个味道才出来，对，丝绸的感觉，所以是加分，加分哦，真的哦，哎，两位都喜欢，而且味道是从喉咙跑出来，最后面，真的很厉害，果然是杏仁茶女王。对，如果大家也喜欢吃这种甜汤，我觉得也可以加个油条，然后拿来沾啊，加进去，加一点口感也蛮不错的。有那么饿？你看看，你到底是肚子饿还是想要结束？我喜欢吃鳝鱼意面。这里呢是我们第21家跟第22家，是的，对，两间一起，因为他们叫水仙宫鳝鱼意面跟水仙宫米糕，好不好？啊，所以他们是隔壁。它很特别，是你在两边啊，你在鳝鱼意面这边做，你也可以点到米糕，所以你就很方便，在两个地方都可以吃得到。然后我们点的是干炒鳝鱼意面跟花枝意面羹，然后还有米糕啊，我就讲必点大骨，真的很赞。我跟你说，我觉得佩佩不会喜欢这个面，真的假的？你可以试试看，真的假的？你试试看嘛。我跟你说，已经倒数第二间了。对，倒数第二间。您试试。可是你呢？我自己是喜欢的。你是喜欢的？以面来说的甜度，我觉得是喜欢的。那你是喜欢的吗？我喜欢你，喜欢你。学坏了，学坏了，学坏了，学坏了。这点是这点，但是他这一家他最厉害就是他弄得很大，对，就非常的大块，厚切，所以我一整个吃下去就是觉得哦，很满足，而且他给超多块的，对，而且这个才110，正常现在很多都到130、150的。而且其实以它的面来说，虽然这么的甜，但是我就觉得说，哎，不会啊，就是我觉得我今天吃到的甜都会让我觉得不是那么人工，你知道吗？就可以回味的。台南羹就是要甜，不管你要吃羹，你要吃。干炒的，然后配个米糕，就非常的赞。什么都有。这是我们的第21跟22家，我们剩下2家。等一下呢，带你去稍微，我们最后要缓缓，好，
所以我们去吃个水果好不好？喝个果汁。啊、快没了哦。太棒了。好舍不得哦。真的假的？要快笑。好不好？我们延长到48小时好不好？好，第23家青吉水果行，哦，就是我们讲的冰哥线，哦，有卖冰，还有水果，哦，冰果是很新鲜。哇，我是喝那个青菜汁。我看到我喝什么？好，我喝青菜。坏掉了，坏掉了，坏掉了！跟你讲哦，千万不要连续吃23家哦，会像这样坏掉哦，还是一起坏掉哦。我刚刚想说这杯是什么东西？对。然后他我要讲什么？没关系，反正。大家原谅一下，我们吃了23家哦，没有，因为我没吃过，都没有睡觉，都没有睡觉，我没有吃过军中舞蹈，所以我刚刚只是觉得哦，就很烦，就很烦。好，终于来到我们最后一家，终于最后一家了，好感动哦。我们最后一家是我们先把这件事情先剪掉。没错，锅花炭烤三明治。对，那我手上拿的这个呢是猪排起司，还有一颗很厚的蛋。然后这样子的话只要65，以及那个巧克力怎样？焦巧克力45块，好好吃，好好吃，对不对？很认真，是不是又醒了？再点六个，再点六个，太棒了，太棒了，嘿。咱都卖休困了好不好？咱48小时好不好？先继续了。哦，还能唔汤？延长。先不要好不好？说，我觉得它的蛋、细食都好。这个生菜沙拉、面包也都好。对。唯独这个猪排，我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可能可以风味再多一点。我可能对它的猪排可能更期待。啊，你懂吗？好，那老实说，这一家你们两个会不会回购？会回购哦，很不错哦。好，那这是我们最后一家。那等一下呢，我们就到我们的车边整一下装备，然后大概跟大家做一下我们最后的结尾吧。太棒了，终于28，24家。那我想要问一下两位，这样我们吃了24家店，来，我们排出你最喜欢的3家。好，露露先。那佩佩呢？换你。我们是真的把24家吃完了，好，我们完全没有任何作弊，一家一家吃到爆，但是对，没错，真的，但是呢。既然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那我们就好好的让我们早点回去休息。那完成这部影片，其实也是算一个壮举啊，因为是的，在台南大家其实比较少哦，就是一家店一家店去吃，这其实有点难度，因为真的太多店了。包含是停车啊，对啊对啊，对，其实这次我们也克服了很多很多的难关，然后包含露露特别从台北冲下来，真的就是这还是要。万分的感谢你，谢谢。对，如果你想要看我们在合作什么样的影片呢，你也可以留言给我们。那今天我们的24小时挑战就到此为止，因为这部影片呢会在农历新年的前后上，对，拜个早年好不好？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to you， 大家新年大运。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影片，因为拍片真的很辛苦，好不好？拜拜。那我们的影片到这里。拜拜。